我问他说你要唱什么歌呢？他喜欢接受挑战，他说他要唱还没有发表的新歌。他说可是非常不熟哎。我说、哦、那你还可以唱唱旧歌。他说可是我想要挑战，我喜欢接受挑战的。哇，可见他还蛮固执的。来接受挑战是不是？好，那你就赶快拿着吉他接上这首歌，就直接唱了。你可以接上这首歌，对呀、啊，一模一样的吗？一模一样，好。好，他现在开始弹唱了，我要从中段呢把他接到现场，你看。听得出来什么是现场，什么是 CD 吗？现场，我把他的声音完全接到现场了。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欢迎阿美族的青年才子Sumi。你的名字是叫Sumi还是Sumi啊？Sumi啊，Sumi啊。但是我看那个英文字母，直接翻译就是Sumi啊，有点Sumi啊。Sumi，欢迎Sumi。Hello。嗨，第一次看到光影大哥。哎呀，谢谢你，欢迎你来上我们节目。谢谢你给我机会。哎，你期待上这节目很久哦，很久很久。为什么？从去年发专辑的时候就想说有没有机会了。是。那为什么觉得很想要上我们节目？就是晚上是一个很特殊的时间，大家都会很想要沉浸，是，然后或许有一种想要讲话，可是又不用真的讲太多话的一个时间。所以你也常常听我们节目？有啊，听。真的吗？我只是觉得不好意思，不知道今天，所以要来上的时候觉得，哎，好像脑袋变成空白。哦，你空白没有关系啊，你的那个身体里面的血液都是音乐啊，都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讲讲话，你觉得你为什么今天会坐在这里？是因为有安排的吗？你就觉得老天爷好像有安排的吗？还是说，可能
你的那个宣传计划突然接了电话吧？他就说哦好这样，哇！我想说啊，真的来就来了，然后缘分嘛，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就是我听了你这张专辑，因为就是发片量一直很多很多。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听着你去年出的这张专辑，我觉得好好听哦。我说：“哎呀，他已经发片这么久了，会再来上节目吗？”他说：“会啊，他们就是一直很想要来上啊。”我说：“可是好像错过了那个宣传期嘞。”他说：“他们不在乎。”我就想说，好听的音乐，其实即使在宣传期的时候没有机会可以上节目，可是音乐是永远的，对不对？你不管什么时候听，它还就是好听，然后它也可以给人家想法，也给人家力量。更何况最近呢，因为你的力量呢，就是会扩展得更大，因为你要进行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就是中型的这个演唱会了。以前都是小型的，现在要挑战人数有600-700人以上的。对啊，是不是？很紧张，很紧张吗？因为很不一样的原因是。我都唱母语，要人家2小时都听不懂的，是，然后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听众群，是，然后你可以告诉我们刚刚我们播的这首去年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他唱的是什么？就《火海亚南湾》，它是一个阿美族很特殊的一种唱歌方式，应该在台湾其他原住民里面都会有类似，但是阿美族的唱歌方式。这个最多，然后因为老人家在唱歌的时候，以前啊，他们说有些事情啊，当你没办法用语言表达自己内心很难过的那件事情，或是很开心的那件事情，已经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时候，你就要用这种方式来唱，才真正唱得出来你心中想要表达那件事情。你的歌声里面非常的淳朴，就好像就是非常接近大地。土地跟以前自然的历史，原住民朋友都很会唱歌，那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天赋，有的人已经发展成唱 R&B 的方式，有的人用非常摇滚的方式，可是你的方式是保留，就是非常淳朴、很原始、很古味的、很勾引的这种方式，没有那么古老啦，觉得还是年轻人，等到60岁再发像对郭英男阿公那种。对，可是并不是说像郭英男阿公的那种，就是传统式的唱法，你是那种就是淳朴的，是简单的，不是那种像现代音乐的，就是已经有成了什么流派什么的，你还是有那个元素在的，对不对？是加油的。对啊，这个是。你声音里面的一个非常大的特质，因为，你说要像是一直坚持唱着母语，然后用母语去创作，用母语去表达你的这个想法，这个一定是要有一种坚持的，你应该也是还蛮坚持这方面的。尝试吧，以前没有人做过啊，就要唱的话都老人家，然后。我常常给我的弟弟妹妹啊，那些国高中生，就说我们虽然是原住民，但是我们不是原始人，我们活在当下的，我们要有自己的想法。啊，老人家那么多歌，是因为他们以前都有在用创作，把事情记录下来，然后把他们自己想法在歌里面留下来。我说，然后影响族人，对不对？啊，我们就唱这些歌这样子。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没有别的选择，就只有 KTV 啊、电视啊，现在还多了一个叫网络的。那这些地方有没有我们唱歌的存在的空间？然后都没有的话，我来出专辑嘛，你们来唱个歌，写的歌好不好？这样好，然后就说好啊。可是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想法，然后还是就是要用母语，然后接续老人家的那些逻辑跟生活的一些哲学道理。几个弟弟妹妹，哦，全部啊，部落的啊，哦，部落的弟弟妹妹，他们也有加入，有加入这张专辑，是就是一起大合唱，对啊，有对对对，一首，然后另外一首，然后我找跟我同年纪的年轻人，是也一起清唱，然后很像古谣，可是他是创作，是，今天你既然要接受挑战的话，把你最新创作你觉得很有能量的歌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第一首。第一首。对，来吧。考试。就我自己今天不用唱专辑的吗？是。也可以唱专辑的。唱专辑的、哦。也可以。可以啊。好啊。嗯。我唱一首专辑里面的，但是我把它改编。OK。这个时候，这首歌叫《我们的约定》，我们的约定，专辑里面的第一首歌。OK。夜之坂をアロマが行きたいら、わさのりや、いつるんどこやちが、いらんあうしにのたぶりはく。숨이다박마카라등가구기소아까도와는구야가사스데누가사수와누미다나오는구티른이소나라은가르당아사이디누가나구아루미야마와지자이두구기다아호이안고이야이야나이에야이에야아호이야노이야우아이야나이에야이에야이에야노오하이야아호이안고이야우아이야나이에야이에야아호이안고이야우아이야나이에야이에야感染力哦，掌声鼓励鼓励。好听哎，像这种啊歌曲，如果是在那个就是田野间啊或山林间唱啊，特别有感觉。去年这张专辑有拍 MV 吗？只有拍三首歌，其中还有一首歌我自己拍的。哇，自己花钱拍的也还好，就是都花请客的钱。哇，请客的钱，对，到了很多部落的小朋友，然后请他们的家长吃饭。哦，请大家吃饭，然后朋友的一心相挺，然后摄影师都不用钱，哦，他们来帮我拍，然后用一个很有创意的方法，把这些的画面都拍下来，都拍下来，哇，很有意义。现在在你身体里面有没有就是给自己非常大的使命，就是我想要做到什么，我想要达到什么样子的目标，有没有这种计划？我只是想说，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把我们的文化就是让大家知道然后喜欢这样。嗯，或许大家都知道原住民的文化，可是都会存在一种刻板的印象，像小米酒啊、打猎啊、大自然啊、淳朴啊这样，比较原始的生活。但其实我们也会上网啊，看看，然后看看最近在听的音乐是什么。我看八九部落的青少年啊，跳街舞都是放日本的、韩国的还是美国的，说有没有跳街舞放原住民的这样。而且他说没有啊，原住民都好土啊，按土那个歌来写啊，我写不土的好不好？我觉得是不是土不土问题，是认不认同、喜不喜欢的事情。我觉得如果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建立自信，那我们当然会很勇于去跟大家分享。然后在我有发觉我的听众群啊，其实非原住民还占了大概八九成以上的比例。是。不是只有原住民族才听你的歌，对不对？我知道，哦，没有，对，我说都有哈日族、哈韩族的，有没有哈原住民族、哈阿美族的？就是如果用一种形式啊，虽然听不懂，但是我如果用别的方法，比较年轻人的方法，
或许用一些现在大家社会的共同的感觉、共同的情感，一样可以表达出我们文化的个性，在这个时代里面，它就会有哈韩族、哈韩族、哈日族之后，就会有哈原住民族啊、哈汉族。是，我觉得这个目标定的蛮好的，就是说我们希望让我们族的音乐能量可以就是扩展到很大，然后让大家会觉得就是会很哈我们的音乐形式，或者说会很哈我们的才华，那个是要自我肯定跟自我发挥的部分，对不对？就是大家一起来唱的，对不对？全部的国高中生，好可爱。好有意义哦！他们不是只有拍手而已吧？是不是还有打个那什么竹条？没有，其实他们很害羞啦。真的要进到录音室要唱什么，就变得别别扭扭的。哦，那这是他们的极限了。这已经是他们的极限了。我觉得还是现在，我就后来讲说啊，那录音可能太多状况，因为录音室可能要要求录音的那个规格。是。然后我说那表演好了，所以。我有时候演唱会啊，就会把他们带出来，就带出来给他们训练一下，让他们看看，就是面对大家唱歌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本来你们自己在部落的时候啊，以前小时候唱歌都很自然啊，也就是大人唱，小朋友跟着唱。哦，没有那种就是大家就是轮流表演吗？表演啊，我觉得大家还蛮爱秀的啦，就但是自己人，那但是一有外人哦，就害羞了，就害羞。就会不好意思了，是搞不酷这样，对啊，害羞了，就害羞了。不会啦，要开窍，有的会开窍，又变成很好笑了。是，好，来，苏明恩今天再来给大家现场唱什么歌呢？好，那刚刚有说要挑战那个新歌嘛，创作还是演唱会要唱的？哦，来，你先告诉他演唱会是什么时候。就4月23号，4月23号，礼拜六的晚上8点，然后在台北的 Legacy， 在下个礼拜六晚上的8点钟，在台北华山艺文园区的 Legacy， 是不是？这是售票的吗？售票的。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前辈做过，都是全母语的，然后就是售票的演唱会，是。然后又是在 Live House 里面，面对比较年轻大众的族群，然后这是一个很大的尝试啊。但我也很感谢很多像 Legacy 的大哥大姐，他们帮忙，还有一些我的朋友他们帮忙，然后第一次母语演唱会还要上什么三大便利商店里面都可以购票，对不对？三大便利商店哦，就是哪三大便利商店 ？7-Eleven。全家跟莱尔富，跟莱尔富里面有年代售票系统，就可以买得到我演唱会的门票。哦，很夸张哎！所以这个是现代这个平台蛮好的，对不对？以前都没有想过，没有。对啊，因为唱母语好像都只能到部落里面才听得到。是，所以好，各位，请大家注意，下个礼拜六晚上的8点钟，在台北华山创意园区的 Legacy。我们的阿美族青年才子苏米恩苏敏，是不是？是首次挑战个人的这个中型演唱会，对不对？好，你说演唱会会唱的新歌，今天就先摆出来。好，给你听一点点。只听一点点哦，你不是很有诚意吗？非常不熟，非常不熟，是不是？这首歌叫《亲爱的》，什么风把你吹来？好，亲爱的，什么风把你吹来了？等一下会有掌声鼓励吗？那一套给你。哇！超紧张，也都会。呜呼！呼啊，呼啊，咿呀呀。呼唤那咿呀咿呀，我咿呀嗨呀嗨呀嗨呀那咿哟哦嗨呀那咿呀哦嗨呀，啊呜啊呜啊咿耶呀，呼唤那咿呀咿呀，我咿呀嗨呀。
哎呀，哎呀，那咿哟，哈咿呀，那咿呀，哦哈咿呀。亲爱的，他怎么这样就？亲爱的，你会不会唱太短了？这首歌应该叫这个歌名吧？没有掌声，啊，因为太短了。会啦，对，拜托啦，给你们机会。OK， 他现在都把这句话挂在，拜托了，请给原住民剧，赶快拍手，好拍手，好结束啊，一点点这样就好，因为他还要继续唱才会有掌声，哪有唱这么短的啊？新歌啊，新歌哦，他不是都说一点点给人家吊胃口吗？不行啊，你下礼拜就要唱啊，你不是要先练熟吗？就是很不熟啊。那你还有什么新歌是熟的嘞？有哎、欸，有、哦，终于有了。我们要聪明一点哦，是唱完才有掌声。哎、欸，对哦。哦，好了，就来唱歌了。好，什么 ？Single。Single。那你不要唱太短，就一定会有啊，很好听哦，很有感染力。而且我突然想到，下个礼拜啊，如果舒米恩在这个 Legacy 的演唱会现场，如果大家来听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先呼吁一下？那天可以自己打扮一下，穿着一下，你也可以加进原住民的的元素里面啊，对不对？对啊，可以啊。比如说头巾啊，绑一下那个就是有原住民色彩的头巾也好，或者说那个原住民有些什么首饰啊，或者说手工艺啊，因为有很多人大概都会有，就是比较原住民风的。现在流行民族风啊，对啊，民族风啊，那你这样民族风的就加进去就好，就是比如说你一个 T 恤，然后这边一个原住民的首饰啊、或者有某些图腾，甚至有些原住民图腾的这个叫做 tattoo 的那个刺青的刺青贴纸，我觉得都可以啊，甚至在那个脸上啊，或者原住民的那个，就是每个人就想一下装扮一下，这样呢，外面要邀请部落来这边开那个
原住民的夜市啦、啊，买东西啊，也可以啊，对不对？哎、欸，部落产业，部落产业，对啊，部落产业就是说到那个华山游乐园区啊，就是哎、欸，大家进去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些什么东西就可以。不去啊，交通成本太高了啊，坐火车上来台北那么远。那你就赶快请你这个部落的这个朋友啊寄上来给你啊。那他很忙哎、欸，他要唱歌，还在外面烤山猪肉，这样对吗？没有啦，他也是呢。对啊，忙不过来。没有，自己稍微打扮一下就可以。我觉得以后那个开原住民母语演唱会应该要这样，就是变成这个部落的文化产业，从卖手工艺，然后演唱会卖门票。对，而且我觉得，我建议大家进去听的时候，尤其你都唱的是母语，虽然我们母语不会唱，可是你唱的很有感染力。大家那天如果你穿着，就是你想象自己有那个气氛，你可能在里面当那个苏明恩在唱的时候呢，哎，你就像原住民一样的摇摆身体起来了。我会对不对？听不懂，可是我荧幕会放中文翻译啊。不是，会放中文翻译歌词。比上那个韩国明星来小巨蛋的，真的吗？哦，他们都唱韩文，可是那你会有舞蹈吗？有啊，请那个舞蹈老师，花很多时间。哇，去年没有看过人家唱原住民就母语歌还要跳街舞的。你要跳街舞啊？跳街舞，你会吗？我年轻人又不是那个吴德夫老师，我是年轻人，我不是吴德夫老师，我不是郭英男，对不对？我也不是陈建年，陈建年不会跳街舞，他跳也很妙哎、欸，哎、欸、对，可以邀请他，你可以邀请陈建年啊，哦对哦，对，加入年轻人的行列，对呀、啊。对啊，他突然跳出来，嘿，我也是年轻人，我是年轻警察呢，对不对？我一直躲在蓝雨。对，回来吧，孩子。好，我们待会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飞碟联播网夜光叫做我们今天专访阿美族的年轻音乐人才苏米恩，他即将要在下个礼拜六4月23号晚上的8点在华山 Lexi 要举办个人的第一次就是中大型的演唱会，里面塞了600-700个人。这是你还没有见过的这么多人的表演，对不对？想要马上1000也可以吗？也可以啊，因为好像可以站票吧？可以，我都用站票了。哦，都用站票的，是不是？没有座位的。对啊，因为我要跳街舞了。哦 ，OK， 你也会希望大家跟着你一起跳，对不对？我座位就给那个看不到的，因为我的乐手有一个是盲友，想说给他们有特殊的位置。那你会转头功吗？铁头功这样转，不会啦，不会。你没有这种吧？没有，有其他的有别招。其他有别招，是不是？哦，好，我们很期待哦。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